别都是小趴鸡儿啊。脱骨了，不是太香了，这鸡有活动性吗？28块钱两只，一只一斤。这鸡胸肉老烂了，脱骨了。我被这个香味吸引来了，可我想再下一块。好香啊，很好吃，一点都不柴，而且特别烂乎，味道一点毛病没有，唯一毛病少点，但是28块8买两只，是不是别挑了？爱吃鸡的，爱吃肉的，天了吗？抓紧去拍吧，超级划算。限时活动，奥天吗？限时活动，28块8给你们发两只。那鸡爪怎么成虎皮状的呢？虎皮爪，还有虎皮爪，这是鸡腿。不好意思，又把俩鸡腿吃了。我爱吃鸡胸肉，我不爱吃鸡腿。到家可以热，可以不热。来人吃血是一道菜。你要帮我吃成长汤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想吃的小黄车下面去拍吧，行吗？骨头都酥了，老烂乎了。